趁老公下班还没回来，偷偷给他留个纸条，假装带孩子回娘家，藏个手机偷偷拍他，看他回来会干啥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去外面偷偷藏起来，等他下班回来。Later， 老公。兄弟，你可太膨胀了。媳妇没人管吧？我是老大。哎呀，他不在家里，连个拖鞋都不让穿，不在家里穿拖鞋。他不能穿拖鞋吗？穿上，脚太凉了，不能穿拖鞋。对了，天天管我吃，管我喝，不让我吃甜食，家里甜食全都给他吃完，这都不让吃了。嗯。行、吃饱喝足了，不是，他的床不是不让睡吗？嫌我身上臭，我今天就来这。嫌弃我现在的。睡什么觉了？喝酒，老同事。哎，今晚上进去啊？这多性格，不用你请了。我有钱，我媳妇不在家，我私房钱。等着，我私房钱。今天不醉不归，不见不散。你别笑，好，老地方。你坑我是吧？你写个纸条，你要回娘家了，你坑我！你看看那里证据，你。